师姐，哎，你干啥呢？看孔雀呢？摆个事问问。你也办事了？嗯，白菜跟大饼。他吃的真好哟。你吃啥嘛，商人？哎，你商人吃啥嘛？想我？啊，想我？肉包子。你还真能笑呢。那是也分明了。吃的不好哟、哦，也不好。嗯，我帮你弄吧，你等着哈。不是白菜，是青菜哈。再来个鸡蛋，那都弄这个面行不行？我说给弄弄。我帮你弄一个吧。我不要你弄。我帮你弄一个，你等着哈。把你扒菜哈，把你扒菜。我不要你弄。你也行哈，哦，不是，我都给你碗饭了，是，我给你碗吃哈。大门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惦记老爹没人给他送饭，让我过来给老爹弄点吃的。岁数大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小点了。老爹，你这个年龄哈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哦。都可以，身子可以是女人。啊。好吃，好吃吧？那孙女都好几天没来，你想不想她？怎么想？想完孙女了，就是想孙子。我明天过来给你做饭。没忙，还在想办，叫人给我孙子。嗯，对吧？嗯。